미니언들이 산성되었습니다. 난 언제나 최고지. 감사해 유바의 大火箭 아. 这里咋看不见这个火箭出来了呢？ 鱼吧官方账号，哎，真的哎，鱼吧官方账号呢？一手先打海狗，看看这狗熊机器学的什么玩意儿呢？等一下啊！ 小饼干还有 W， 秃的白。你这帮打野，你们这帮打野为什么就总是就二级就抓人呢？老上把蜘蛛也是，这把小丑也叭叭二级往上跑。 那小丑二级有什么伤害呀？不赶紧的去打打野，去刷刷野去，老二级抓人，我的天哪！玩的真是累呀！哎。 减速吗？吃个药，快点接上啊！死了，他把蟹打了，那小丑连蓝都不打。这波饮马去刷自己家三郎，他的下路的蟹也就没了。 这饮马其实挺亏的，嗯，他两个蟹都没控到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升到四级。小丑我估计四了，吃完俩蟹，吃一个那个蓝 buff， 他要能升到四，这波不亏，他要升不到四，就确实是有点亏了。 又来了，老哥，nice呀，老哥，经验都给你吃了，你帮我稍微就推一下就行，帮我Q一下。 终于轮到我们连体婴了，哎呀，钱不够怎么办啊？来红宝石吧，钱不够没办法。 我刚才属于是舍己为人打法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正常我们要是不给这个银马吃经验的话，这个狗熊现在就五级，我们都快六了。现在他跟我经验一样，是因为银马把我经验吃了。
到点了，11:30。我跟你们说，就这网通啊，等到期了，我坚决给他换了，我指定不能用了，太膈应了，真的。每天一到11:30啊，就他妈给我掉线，一到11:30就掉线，一到11:30就掉线，哎，回回的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指定给他换电信，我受不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但也不是说每天都掉，哎，有可能掉，有可能不掉。第一天下雨，第二天就掉；不下雨就不一定掉。这么个意思。打个骸骨。家这小区现在不让安电信，没有电信的线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是旁边有人啊？这挺害怕呀。把这峡谷这个位置给它放个眼儿。刚说完就给打了，挺烦人呐。他拼是拼不过我们的啊，我就怕他小丑搁旁边空一手线儿，我也没出提亚马特，我让他推。OK， 回家这波，这狗熊回家，我们也回家，去补充装备。这个兵线正好往我们家这边推，哎，我们回家补充装备，他也回家补充装备，下边他还打不过我们。调一下位置，他回家了我还不推，我推过去相当于给他吃东西。我现在这塔皮我不着急吃，我早晚我能杀他一回，然后我把塔皮吃了，我这波让他损失的经验可比塔皮香多了，我跟你说。这怎么吃的呢？我其实早就应该回家，早点回好了，回慢了。这怎么打到我的？这是真的
怂啊。简直猥琐。啊？要干嘛？算了吧，走吧。来一个布点孩吧，这把他们家全 AD 的，只要我们家有点优势，基本上就拿下了。我没什么人头，我这卡牌这么不害怕的呀。他好猥琐呀，我的天哪。不过也确实他都零杠四了，你说他再不猥琐一点，那不送人头了吗？那你得打优势，你说你们家这本身就是全 AD 的还不打，干嘛呀？这小丑，你自己上来怼我，我这布甲还白出的呀，兄弟！卡牌有飞吗 ？Nice。这闪给打出来了，上银马，这就叫勾引。明白吧，这就叫勾引。这卡牌怎么跑高地去了呢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办呢？这卡牌卖装备送银头，整个一演员。这不是一打二双杀还可以吧？
谢谢风一样的效果。关键咱也不知道原因呢，到底他是演员呢，还是说这个还是说生气了呀，还是说咋咋地了呀，也不知道啊。赶紧把塔推了，找点团。塔就别越了，算了，就别越塔了。能勾得到吗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往这站，往这站。等下条小龙吧，他们也不能打，你让这卡牌送吧，他也不值钱，没事。他送了八个，俺们家还优势局呢，我的妈呀！我来中了。大龙能打吗？太装了，这分子装什么玩意儿？呀，没死掉！哎呀，下回应该闪现 Q 好了。这种东西还是别闪现 E， 你知道吧？闪现 E 了，那封E给你打断那个E技能就没伤害了，有点烦。浪费我一个闪。应该闪现 Q 他。Q 完再 E 他就死了，刚才他没有闪，并且他已经把盾给狗熊了。把小龙拿了，我们得来小龙了，兄弟们，这银马到现在还没死呢。先把下路线带了啊。可以，我到了，兄弟。掉闪了，可以。哎呦，他有一三换三。哎，
四打五打三换三，天哪！这分女儿太克我了，有点儿。还好他们家没有 AP 英雄，出不了杀银书，你知道吧？再要有个杀银书啊，就不好办了。小龙没了，我得把这下塔拆了呀。你跟小丑他打不过我，不过这劫等级挺高的。1400，差点钱。这一这伤害那么高呢？跟我杀这分女儿！假小丑，有点疼。谁700？银马700呀！哎呀，他们家 AD 得杀呀这。挺难打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呢没有办法去开他们，他们呢，如果我们去开，他们就跑。哎，我们家有个卡牌，他送人头，那边可以选择不打。我们也没有办法硬开。硬开开不起来。你上去开他们不会跟你打的，他就跟你带。等你什么时候哎有机会了他再跟你打，你知道吧，这样式的。真他妈是畜生！来小龙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人马大没了，打不了了。
买个秒表吧。别在那打韩文了，听不懂。不会国际语言吗？老在这打韩文。No mother。哎，我们其实都没有好好过，好好的团过一波，可以团一波试试看。哎，不行啊，这 EJ 太猛了，这 EJ 也。这 EJ 太猛了。关键他还配个分女儿，你知道贼恶心。他要配个日女儿啥的倒还行，你把杰杀了不行，你把脚手杀了不行，你把小黄毛杀了也不行，你得把他三个全杀了才能行。他护甲比我高，他装备好啊，他补了300个刀，杀了7个人。他4件半，我们2件半，这打个屁呀，打不动都。没人死了，这杰都打不动，这杰咋这么肉啊？去上路收兵，这波对面没兵线啊，还行。我估计这龙魂应该也没了，千万别让他 A 着，我打不过他。操了，这小黄毛真不要脸，他咋这么猛呢？稍微拉一点，他们家有个人稍微拉一点，狗熊有点拉不够。
再拉一个人就够了。真烦呢。塔牌被分卷单杀了，他这送人头的他是。他前面装备比这还离谱了，他卖了，他重新买了。我们家唯一人真活不下来，所有人往他脸上冲，他根本就没办法。我操！我都没干啥，我就没血了。你看，这唯一人没办法。维恩活不下来，保不住。我们先秒一个也没用，也保不住。这，挺恶心的，这人呢。还是分段有点高，你知道吧？有个送人头的，100%赢不了，100%100。